Baby Tiger， 快来订阅我们吧！热闹的汽车节。朋友们，明天就是一年一度的汽车节了，大家都会来参加。我的蛋糕已经准备好了，你们呢？放心吧，雪莉，我的汽车壁画已经完成了，我们的汽车模型也拼好了。嘿，这些鲜花要摆在哪里？这里，这里。哦。啊。雷克警长，谢谢你来帮我们。别客气。哇，你们把这儿布置得真漂亮。嘿嘿，今年的汽车节一定会特别精彩。我们都好期待呢。走吧，我们先回家吧，明天再来。哇！怎么了？雷克警长，你看，有人破坏了我们的会场。别着急，我马上去调查。会是谁干的呢？当然是我啦！你们居然想举办汽车节，这可是我最讨厌的节日。机械车，去把汽车节的一切都摧毁！不许动，举起手来。你举手干什么？给我继续破坏！不行，我必须马上阻止他。雷克警长，发生了什么事？有辆机械车正在破坏汽车节，快，我需要升级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，变身。超雷达警车，雷克，超级汽车，出动！我们也来帮忙。在那。追呀追，第五第五向前冲，冲冲冲！快躲开，石头石头飞过来，挡住啦！别想跑，紧紧跟在你身后，任何危险都不怕。超级汽车不后退，追呀追，第五第五继续追，加油加油！转个弯，目标消失不见了，去哪了？别担心，雷达灯光闪呀闪，目标目标被找到，一张大网抓住你。太好啦！我们的汽车节还能继续吗？当然可以。我们来帮忙啦！真漂亮，尝一尝蛋糕面包味道香，好香呀，听一听大家一起来帮忙，一块一块拼起来，多么珍贵的纪念。扫一扫垃圾灰尘，全扫光，全扫光，喷一喷小花小草才够香，哈哈哈，跳起来跟上同一个节拍，许下同一个心愿，永远都是好朋友。汽车节真是太热闹啦！是呀，我本来还以为要办不成了呢。超级汽车是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的，相信我们会一直守护大家，守护朋友。哦，我的巡逻工作开始了。美食车亚米又在做什么好吃的？哦，是甜甜圈。亚米做的甜甜圈最好吃了。我好喜欢亚米啊。亚米真是个不错的美食家。
完成。酷宝太棒了！哟，不愧是最棒的工程师哦！一切都很美好。哼，我觉得一点都不美好。你们汽车不应该说话，也不应该是我们的朋友，你们只是工具。哈哈，看我的无敌铁皮车，让我天才麦特博士来统治你们吧。出发。别找小甜甜圈了！你是谁？不许动！雷克警长，你实在是太吵了。不过。我有办法让你安静下来。可恶！呼叫指挥中心！雷克警长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需要帮助。小镇上出现了奇怪的铁皮车，被他击中的汽车都失去了意识。啊！怎么会这样？情况紧急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装甲消防车高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汽车要出发，出发，出发！不怕任何的危险，不怕，不怕！守护城市安全，拯救我的朋友，请相信我们！无敌大炮准备好，朝着目标的方向，炮弹，炮弹发射，砰砰砰砰攻击，全部被抵挡！我的水炮弹对它没有作用。不好，他来了！我来吸引他的注意，你们去救人。丢丢闪灯光，警车加速向前跑，左边右边转弯，躲避你的攻击。哎呀，打不倒！我来拯救朋友们，快点快点醒一醒，大家保持冷静，我们不是工具。发生了什么？能量升级！你们一个都别想逃！这下可怎么办？格迪，攻击他的激光炮！加油加油，我变得更强大，快速瞄准，朝目标发射，你的武器被击中，失去了力量。超级汽车在运行，守护。超级汽车在一起，让世界更美好。森林营救行动。好香啊！我宣布，嘟嘟车森林野餐派对现在开始。我着火了。
险都不怕，无畏的消防车高迪来了。我刚才听到有人喊着火，还闻到了烟味。别担心高迪，麻烦已经被我解决了，你可以走了。可是快走吧快走吧。好吧。不好，呼叫指挥中心。高迪，发生了什么事？森林发生火灾，我需要超级汽车的帮助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，变身。超雷达警车，雷科。飞天救护车，安琪。装甲消防车，高迪。超级汽车，出动。在燃烧，燃烧，燃烧，燃烧！森林危险，危险，危险，危险！赶快救援，救援，救援，救援！加速向前，拉响警报，开雷达来寻找第五第五。灭火灭火，打水泡砰砰砰！哇，火车们到底在哪儿啊？我好像看到他们了。是怎么回事？都怪麦嘟嘟，他想吃烧烤，你们也吃了。现在不是争吵的时候，快跟我们出去。浓烟，浓烟，浓烟，到处蔓延。迷路，迷路，迷路，失去方向。大树，大树，大树。不断倒下，救援，救援，救援，需要救援。张开翅膀，来到你的身旁，我来帮忙。开启雷达，找到正确方向，我来带路。抬起水泡，一边走一边喷，大火灭了。安全了，安全了，安全了，我们得救了。对不起，给你们惹了这么多麻烦。幸好及时控制了火势，没有造成很大的损失，以后绝对不可以玩火了。我们知道了，对不起。冰企鹅大作战，酷耶！嘿嘿，怎么样，老板？你觉得哪个轮胎更适合帅气的我？全都很适合，您就是这条街最帅的车。真的吗？那我全都卖了。雷克警长，你选好要买哪个轮胎了吗？我再看看。我要买这个。雷克警长，你怎么穿了防滑轮胎？因为它很酷啊。但现在是夏天，地上有没有冰用不着。为什么会有冰啊？你看那边。气弹发射！
这个声音是麦特博士。嘿嘿，没错，就是我。看招！我要把小镇全都动起来！嘿嘿！快呼叫指挥中心！啊，你们出什么事了吗？麦特博士发明的企鹅车正在冰冻小镇。啊，要赶紧阻止它！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，变身！超雷达警车，雷科！火箭赛车，旋风！土地挖掘机，酷宝！超级汽车，出动！起落起落地上花，拉紧点嘴巴喷雪花，冻住喷泉，冻住花园，全部冻住，哎呀呀！准备救援，快快快！大大冰块撞不开，举起铲子敲啊敲，冰块敲碎了。谢谢你。不客气，我要去救其他人了。那我们继续追。赛车赛车向前追呀，左面右面来包围，脚下一滑转呀转呀，铁拳两拳晕晕晕，警车全力冲冲冲，瞄准目标再发射。一座冰墙变出来，糟糕挡住了，又没抓到，我们换个办法。企鹅企鹅肚子大呀，摇摇晃晃慢步呀，赛车赛车跑得快呀，加速路上啦啦啦，警车警车准备好，发射大王困住你，挖掘机呀空空空，冰墙倒下了，企鹅企鹅打喷嚏，安全困住了。气死我了！下次你们就没这么走运了。哼哼，可恶的麦特博士，总有一天我们一定会抓到你。哼！哇，我突然觉得你的轮胎真的很酷。哈哈，那当然。愤怒的蜜蜂。甜呀！胖嘟嘟，你在干什么？麦嘟嘟、乐嘟嘟，你们来得正好，这儿有好吃的蜂蜜。哇！麦嘟嘟，你快点，我要坚持不住了。再坚持一下，我马上就碰到了。成功了！好多蜜蜂！快跑！救命啊！皮皮小心！啊，不好！呼叫指挥中心！安琪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为了虎克星虎，城市里飞来了许多蜜蜂，请求帮助。好的，别担心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，变身。
电赛车，旋风，飞天救护车，安琪，巨无霸大货车，斑斑，超级汽车，出动！飞呀飞呀飞，飞呀飞呀飞，是谁受伤了？看我的！别哭别乱动，我来帮助你，伤口不疼啦，不疼啦！蜜蜂又来啦，到处嗡嗡嗡，大家快跑吧！啊！救命啊！斑斑，我们合作把蜜蜂引开吧。小花香香香，蜜蜂好喜欢，快来追我吧！来呀，跑呀跑呀跑，跑呀跑呀跑，加速向前跑。左边嗡嗡嗡，右边嗡嗡嗡，蜜蜂越来越多，太多了，旋风快过来！引擎轰隆隆，大车轮转呀转，突然改变方向。了吧，快跑！啊！博物馆风波。哦，哇，是霸王龙的化石！我们来玩轮流扮演霸王龙的游戏吧。好呀，好呀。可怕的霸王龙要来抓你们啦！啊！我们好害怕呀！快跑呀！啊！我来啦！啊！哎呦！啊！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啊！哎，在博物馆里不要追逐打闹。哦，麦嘟嘟，你不是最厉害的霸王龙吗？怎么摔倒了？哼，霸王龙生气了，我要把你抓住。霸王龙来啦！啊！救救我！看来我需要支援，呼叫指挥中心。安琪，有什么事吗？我站在博物馆里，这里发生了事故，你们看。别担心，没有什么事情是解决不了的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大力士吊车阿力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七彩搅拌车瑞博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哎呀呀，博物馆里乱糟糟，走走走！哎呀呀，
恐龙化石不见了，全碎了。哎呀呀，所有雕像都倒下。哎呀呀，我们快点行动吧。嘿呦嘿，伸出我的长手臂，有力气。嘿呦嘿，大大石块吊起来。嘿呦嘿，恐龙化石找一找。嘿呦嘿，一块一块搭建好，完成了。哇哦，霸王龙又出现了，可是雕像怎么办？看我的魔术表演吧。变呀变，大大滚筒转呀转，转呀转，变呀变，七彩水泥变出来，好漂亮。变呀变，小小裂缝修不好，变呀变，变回原来的模样。哇，好神奇。我来啦，张开翅膀飞，是放在哪？呼啦啦，呼啦啦，快点快点放中间。呼啦啦，呼啦啦，雕像雕像放在哪？呼啦啦，呼啦啦，快点快点放旁边。呼啦啦，呼啦啦，超级汽车有办法。呼啦啦，呼啦啦，一圈一圈回来啦。快递，太无聊了，我们该做点什么呢？朋友们，我们去做些有意义的事吧。什么是有意义的事呢？哈哈，找到了。我们到底要干什么？看到那辆大货车了吗？它可是超级汽车哦。看到了，它正在送快递。没错，如果我们也去送快递，那我们就能成为超级汽车。行动。谢谢你啊，斑斑。没什么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好了，我们快走。我怎么感觉肚子里空空的？我帮你看看。糟了，你的快递不见了。什么？虎，开心虎，大事不好了！斑斑，请你保持冷静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肚子里的快递突然全都消失了，希望大家能帮我找到他们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巨无霸货车，斑斑；超雷达警车，雷克；大炮出租车，米娜；超级汽车，出动！穿过大森林，翻过。
街道，沿着街道找一找，一个两个找到了，还有很多继续找。跳啊跳啊跳一跳，森林里面找一找，一个两个都找到，还有很多继续找。超级快递员送货快又准，农场和果园快递一送达，想必准时拿目标游乐园。哎呦，这不是我的。来到农场找一找，有个快递送错了，这是果园的快递。跳啊跳啊跳一跳，果园里面找一找，有个快递送错了，这是农场的快递。你们为什么要拿我的快递？我们也想像你一样帮大家送快递。好吧，不过送快递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对不起。明天正好有很多快递，我需要些帮手，你们愿意来吗？好呀！美味派对。今天是儿童节，我们为小朋友们准备了一个惊喜哟，好期待孩子们的到来，他们一定会很高兴的。我们来了！哇，有好多好吃的。这下可怎么办？食材都用完了。我要蛋糕，我要惊喜。我不是故意的，对不起。呼叫指挥中心，亚米，出什么事了？我们的派对出了一些意外，小朋友们哭不停，也没有食材重新制作美食了。放心吧，你和妮娜陪伴小朋友，运送食材的任务就交给旋风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梦幻美食车亚米，跳跳出租车妮娜，过界赛车旋风，超级汽车出动。轰隆轰隆轰隆隆，新鲜的食材交给我，轰隆轰隆轰隆隆，跨过大桥向前冲，冲啊冲啊冲啊冲，我来啦！我把食材带来了，接下来交给你们了。没问题，搅拌搅拌加鸡蛋，美味的蛋糕变出来，搅拌搅拌加水果，酸甜的果汁。
披萨咬一口，香香又脆脆。果冻果冻咬一口，滑滑又软软。Yummy yummy yummy， 蛋糕真好吃。Yummy yummy yummy， 排队美食多。跟着音乐大节拍，一起来摇摆，拍手跺脚扭一扭。我们在一起 Happy Happy Happy， 最棒的 Party， 哇哦！最棒的挖掘机要开始工作了！快停下！刚刚是个小意外，我只是因为天气太热了，想洗个澡再开始工作。怎么挖不动了？难道是什么宝贝？呀，是张藏宝图。宝藏就藏在海底。海底有宝藏，嘿嘿嘿，那一定是我的。嘿嘿嘿，刚好试试我新发明的暗黑鲨鱼车。大海这么大，靠我自己找宝藏得花一年的时间吧。这可怎么办呢？对了，呼叫指挥中心。嗨，酷宝，好久不见。贝乐湖、开心湖，你们看，我挖到了藏宝图。哇，恭喜你！可是光靠我自己肯定找不到宝藏，我需要帮助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火箭赛车旋风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准备好了吗，朋友们？来吧，开启潜水模式。宝藏宝藏你在哪，我们都来找一找。贝壳、珊瑚和海草，不对不对，找错了。开启雷达滴滴滴，目标目标发现啦。向左向右向前进，宝藏宝藏在这里。大大铲子挖呀挖，挖开石头和泥沙，用力用力向下挖，宝藏宝藏出现啦。终于找到了。不好，我们的宝藏被抢走了。我去追回来。加速加速轰隆隆，追呀追呀冲冲冲，尾巴肚子撞啊撞，宝藏宝藏回来啦。旋风快跑，我来帮你。
咻咻，躲来躲去抓不住，再来一次不放弃。抓到了！鲨鱼，鲨鱼有尖牙，妖魔大王咔嚓嚓，我们快快想办法，小船小船压住它。我又失败了。是个奖杯，你们看，这写着什么？恭喜你成为勇敢的冒险者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这个奖杯属于勇敢的冒险者。恭喜你，库珀。不，应该恭喜我们，因为我们都是勇敢的冒险者。哦。迷你车大追捕。早上好啊，贝勒虎。嗨，雷克警长，你是来体验升级的吗？没错。快进来吧。是这里吗？嗯，这次的升级能让你的车身变得更加坚硬。哦，看起来太酷了。雷克警长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来吧。这是怎么了？我好像按错了。贝勒虎，我怎么变得这么小了？雷克警长，真对不起，这次的升级失败了，3个小时后你才能恢复原样。哥哥，快来，我收到了求救信号。快走。大家发生什么事了？贝勒虎，我们的珠宝和金币都不见了。你们有人看见小偷吗？我看见了，是一辆很小很小的汽车，它被钻进下水道。怎么会有这样奇怪的车呀？嘿嘿，没想到吧，那可是我的新发明迷你车哦。嘿嘿，我要偷走所有的珠宝和金币。哼，又是麦特博士在背后捣鬼，我要让他知道偷盗是多么错误的事情。我今天也是迷你警车，贝勒虎，我还需要一些帮手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有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跳跳出租车吴娜。超雷达警车雷克。极速赛车旋风。超级汽车出动。我还是第一次变得这么小，感觉好奇妙呀。大家做好准备，开始行动，来吧！下水道里好多路呀，迷你车在哪？你走这边，我走那边，分头找一找。目标出现了，站住你别跑，绕了一圈又一圈，好像迷路了。那儿有个开关，看我的，看看车的车呀，左边右边跳跃，看一转车轮，麻烦姐姐啦。雷达滴滴滴滴，车灯闪闪发光，目标在前方，我来抓住它。引擎轰隆轰隆，看我加速加速，车轮快转动，向前冲冲冲，我是最快的旋风。左边右边堵住，没有退路，快发射大王。
珠宝全找到了。哈哈，我的金币也都回来啦。嗯，又一次完美解决了问题。不对，我认为不太完美。你瞧，我们还没变回去呢。嗯，我可不想一直当迷你赛车。现在很完美了。失业的垃圾车。胖嘟嘟，我来收垃圾了。小美，我家的垃圾已经被收走了，你看。啊，奇怪。洒水车爷爷，我来收垃圾了。小美，你来晚了，我家的垃圾已经被收走了。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今天早上天还没亮，就来了一辆垃圾车，是他把所有的垃圾都收走了。哼，哪来的垃圾车，抢走了我的工作。是我发明的怪兽垃圾车，嘿嘿，去吧，把所有的垃圾都还给他们。啊，到处都没有垃圾，看来大家不需要我了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天空在下垃圾雨，你们看。原来是怪兽垃圾车。嗯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铁臂挖掘机，酷宝。分类垃圾车，蓝红灰绿。超级汽车，出动。房顶上、树上、池塘里，到处都是垃圾。我们该怎么清理呢？如果这些垃圾能聚在一起就好了。哦，小事，瞧我的。市里面脏兮兮，到处是垃圾。我是铁臂挖掘机，举起大铲子，哐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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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街小巷的垃圾收集在一起。好棒呀！垃圾堆成一座山，大家别慌张，我们一起来清理。刷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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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垃圾全都看不见，街道变干净。快看，那边还有垃圾。哦，是怪兽垃圾车。前面的，快追！天空下起垃圾雨，大家要小心。左边右边来包围，一起困住你。看我的石头！是变干净，大家辛苦了。奇怪的狂风车。
今天的天气真好呀。我也喜欢这样的好天气。嗯，今天的太阳暖暖的，可真舒服。嗯，阿丽。嗯，发生什么事了，乐嘟嘟？我的风筝挂在树上了，你可以帮我拿下来吗？没问题。不过今天没有风，不适合放风筝哟。啊，你看，风来了。多多坚持住。怎么突然刮起这么大的风啊？我可不能让你们享受好天气，让你们知道狂风车的厉害。小心。奇怪，到底是哪儿来的风？大家快躲到房子里，呼叫指挥中心。贝勒湖，城市里出现了狂风车，你们看，救命呀！不好，城市有危险，我们要赶快行动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出动，超级汽车变身，大力神轿车阿力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汽车天上飞，危险危险快帮忙，长手臂伸出去，吊车咔咔有力气，大大个子甩呀甩，别怕我会抓住你，我来接住你们。大铲子转呀转，挖掘机的手臂多，哐哐哐哐准备好，一二三我全接到，救命来了，大翅膀山呀山，救护车来保护你，飞飞飞到你身边，紧紧抓住跟我走。大家都安全了吗？嗯。狂风车又来了，我们必须让它的风扇停下来。有了，用蜂蜜把它粘住。甩钩子，挥铲子，扇扇我的大翅膀，风儿风儿吹呀吹，大家努力别放弃。失败了。没事。再来，甩钩子，挥铲子，扇扇我的大翅膀，风儿风儿吹呀吹，大家努力别放弃。啊，他的风扇被粘住了，我们成功了。什么？竟然失败了？这不可能！狂风车，给我继续转起来！大嘴贪吃车，胖嘟嘟，你买了什么？不能说，不然明天就没有惊喜了。大家怎么都在准备礼物呀？你忘了吗，酷宝？明天是贝勒小镇最有趣的礼物交换日，大家用这种方式表达友谊与感谢，每个人都很期待这一天哦。哦，那你也准备了吗？咦，当然。哇，这也太多了吧！不多不多，这个给安琪，这个给亚米，还有雷克、高迪、小美。哦，我忘了准备旋风的礼物，我先走啦。再见。我也得好好准备，跟大家交换礼物。交换礼物。
我要把你们的礼物都抢过来。贪吃车，该你登场啦！哈哈。哇，今天可真热闹啊！送给你，乐多多。谢谢，我也有礼物给你哟。呼噜爷爷，谢谢你平时帮我浇花，这是我做的酱萝卜。太感谢了。嗨，酷宝，你要和我交换礼物吗？等一下，难道你没准备礼物？当然准备了，不过要等到天黑哦。听起来很神秘呀。哎，我的礼物。嘿，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我的礼物。我的酱萝卜。哈哈，他们都是我的啦。哼，好生气呀。肯定又是麦特博士在搞破坏，我们呼叫指挥中心吧。贝勒虎，开心虎。出事了，出事了，一辆奇怪的汽车正在抢大家的礼物。情况紧急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雪碧挖掘机酷宝。跳跳车库车妮娜。超级汽车出动。不是更有趣吗？有道理呀。没错没错。哇哦，我还是第一次穿鞋。你们看我，我是不是很美呀？梦想狂欢季。我是吊车，大力士吊车，长长鼻子，长得像大象，大大钩子，充满了力量。哦，哇，阿力，你看起来就像一个歌手。当歌手是我的梦想。对了，旋风，你的梦想是什么？我的梦想，当然是成为最快的赛车了。只要努力，我们的梦想都会成真。梦想？哼，我的梦想是打败超级汽车。看看我最新的发明，绵羊车。去吧去吧，让大家产生幻觉吧。看呐，我找到了恐龙蛋。
下我的垃圾车。小心！大家都怎么了？呼叫指挥中心！为了活，开心活！你们看，大家变得好奇怪呀！这是？不好，是麦特博士发明的绵羊车，他的眼睛会让大家产生幻觉。可是艾丽，你怎么没事呀？我也不知道。一定是阿丽戴了墨镜，绵羊车催眠不了她。原来是这样。阿丽，制服绵羊车就交给你和安琪了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大力士吊车阿力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小心！库勒爷爷，你在干什么？我在画画呀，这可是我的梦想。哗啦啦，梦想梦想，哗啦啦，变成画家。哗啦啦，我爱画画，画呀画呀画好啦。哎呀哎呀呀，那是你的幻觉。哎呀哎呀呀，快点醒一醒。我在干什么？滴滴舞梦想梦想，滴滴舞拥抱海洋，滴滴舞我爱冲浪，冲呀冲呀加速啦。哎呀哎呀呀，那是你的幻觉。哎呀哎呀呀，快点醒一醒。我怎么在这儿？险了，大家都被困在了幻想里。加速救援吧。大吊车伸长手臂，哐哐哐，救援救援。救护车张开翅膀，飞呀飞呀唤醒你。呼啦呼啦啦，幻觉快消失吧。呼啦呼啦啦，大家醒来啦。绵羊车，现在该轮到你做梦了。梦想梦想，咩咩咩，精彩想象，咩咩咩，变成小羊，一蹦一蹦，跳呀跳。珍贵的友谊。今天和安琪约好了去野餐，希望他能喜欢我做的三明治。快点！我的三明治，妮娜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们也不是故意的。哼，你们太讨厌了，赔我的三明治。妮娜看起来好凶啊，好可怕。你太讨厌了，讨厌讨厌。尽情的讨厌对方吧，超级愤怒车，出动，去破坏他们的友情。都是你的错，是你的错，我要把你揍扁。看我的！大家怎么了？为什么都在生气？妮娜，你的眼睛怎么红红的？哼，不要你管，我讨厌你。我宣布，你不是我的好朋友了。什么？哼！妮娜变得好奇怪呀。不对，这其中一定有问题。呼叫指挥中心。
虎，看新虎，今天大家看起来都非常愤怒。哦，你们快调查一下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好的。啊，是麦特博士新发明的汽车在捣乱。啊，我就知道是他。安琪，这次救援靠你了。一定要小心那辆超级愤怒车。嗯，放心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别生气，笑呀笑呀笑一笑吧，手牵手抱一抱，神奇的小火苗被我们熄灭了。找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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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的好朋友，大家都笑一笑，世界会更美好。不许动！你被逮捕了！耶！安琪，我们去野餐吧。好呀，我最喜欢吃你做的三明治了。